很多朋友卡在了第四关，这关确实有难度，稍不留神就被卡住了。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，先过去，再往上走，将身子陷入坑里，再吃苹果，最后从上面绕过去进洞。第五关比较简单，但是不能进去就吃，这样就会被卡住。进去后应该先从两边绕一下，这样就可以全身而退了。第六关有点难度，如果头朝下进去，那肯定会被卡住。另一边也是一样，进去就会被卡住，那就得让尾巴先进去，结果还是被卡住了。你们知道这关到底怎么通关吗？